这还有纯叶儿。这要说你那儿吃的吗？走。哎呀，你懂个啥子？这叫乡村。这叫四川。就跟那个。说不定你不要说呀，一年到头就在这个季节才有，晓不晓得你？哦哟，这还更大了，我也不能说，快来给我弄来。这正大烟，这有点像核桃，算。乡村核桃，什么核桃我都不晓得。动不动脑筋嘛？哎呀，哈缺都忙死，真的是等着你来，这怕啥子？吃早午就干不成。材料不够啊，还精起个手。那还有个。难哦。让你，你来。还把我拖下？不得，我拖着你的。对，一把抓。好，那根掏不到就不掏了。要不我举你上去？用一举，用那根棒嘛，对呀、啊、喽。小心。这还有多，我下来捡嘛。小心点啊！你看好久叫你去睡一下。这热好的啦。你硬是真的是拿壶不开提了，不说。再拿个顶好的，我下来落去。哦。搞点东西你就讨不来，这硬是干嘛的？光刷刷的。那街上卖了很多的，闻到都没那个乡村的味道的。我不喜欢吃这东西。你不喜欢吃，我喜欢吃。我讲的啊，你这个是不是乡村？你看乡村多香的，这个没啥子味道的，我就问下老二，这个是不是那个东西？硬是恁麻烦的，硬是不相信个人。妈，我看看乡里头的，是不是春叶儿子嘛？是春叶儿，是春叶儿啊？哎，是。我那半点都不相信，你鼻子走歪哟，好吧是？你就问一下，该相信了噻，该是真的了噻。真的。这种把这一嫩叶叶儿掐下来就是了，干根儿老叶的不要就是。你在外头去买的嘛，还硬是很多都没味道的，还不要是啥子叶叶儿。这有啥子吃的？我就是没吃的这种。你不喜欢吃的，人家都不喜欢吃。我不喜欢吃的，别个通通都不准弄。你就喜欢吃大鱼大肉的，是不是嘛？你是大爷嘛，是大人，快去给我拿几个鸡蛋来，弄个最简单的。这一把十个，十个不够。还不够你个人吃十个。你炒个蛋炒饭，你都要十个；炒个水牛儿炒蛋，你要来。十个蛋来几个呀？哎，再来十个。这个乡村就是挑的最嫩的喽。还有这种人就是那啥子，人家说的妖精妖怪不吃酸菜，听到外乡跑得飞快。他打几个鸡蛋。哎，王春儿，嗯，你看这个鸡蛋加碎碎了，还掐半，啥子跟我一样哦？是那是想的，啥子人？你弄啥子鸡蛋？大家七个了，算了，不打了，耳朵痒呀。那你啷子说？人家做麻婆豆腐那个也是麻子喽？那没说好哦，那个东西。在蛋里头加点盐就行了。啥子你可以放？可以不放？必盐巴必须要放。为啥子？你们的老鱼儿老师说的，煮怕放点盐巴。哎呀，一哈打到里头。水都少少滋滋的呀，那你那是没讲你男女平等呀？那女的可以煮饭，男的不是可以煮饭呀？我智慧啊，就是说的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这个春鱼煎蛋要放猪油才香。你那个思想跟那个五六十年代的差不多。现在是男女平等，你男的回来，女的说不定还是会；女的回来不一定，你男的都会。有手艺呀，好下劲。快来给我当下盘子嘛，这样样都会，难道不要了吗？我说不要吗？你没得我得你高看是不是说要有的那炒的两面金黄都可以了，这再放点猪油。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有个平底锅，这不是没想起用平底锅吗？我见到见了你再跟我说平底锅。再把它摊到这儿，好的，最后这点吃吧吃吧。你妈弄的包儿，张军来了不擦？你不管他嘞，他回来擦面的。哦，晓得喽。这个真的是很香，像很多你们吃过是吧？嗯，可以。那时候，从小的时候都要捡食，没蛋的那会儿。那会儿那是有春叶儿没得蛋的，现在是有蛋没得春叶儿的。啊，有好多乡那个安山的朋友乡巴佬，好多春叶儿嘛，白嘛不行。那有些认就认不到的，把黑桃也刚好丁点儿丁点儿不强，那就吃都吃不得。那黑桃发现了，丁点儿跟那春叶儿就是差不多。嗯，主要是。这不是不好吃吗？不啊喽，好暗了嘛。鸭子没生蛋了嘛？鸭子没生蛋，八点就已经中了。这要不生蛋的鸭子的话，会杀蛋了。
吃点真好。少吃点哈儿，不要。你买好多斤的？不要，必须是。你买点青菜可以。对，还有青菜。光吃哈儿不吃肉，不吃菜。这开花开饭啊，这种花可以不要。可以吃。为什么？你看这天不想把蚊虫就来了。老子想把你戳了，你是帮我擦一碗的水儿。嘎嘎哟。哎呀哎呀。啊、这个也油了嘛。真的我对你无语了，你是在你洗了吗？你没得洗衣机了。洗衣机。洗衣机不是要有些时候搓呀。今天视频拍这里，希望我视频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